好榮幸，登輝控股獲得由信報財經新聞頒發的上市公司卓越大獎。多謝行業領袖、業界商會、專業顧問以及大會組成的評審委員會，對登輝控股專注在先進產品設計、製造及銷售的卓越成績作肯定。這個獎項更是登輝控股迎接2023年極具挑戰的營商環境一個重大鼓勵。我在此向一直支持登輝控股成長的各界持份者表示真摯的感謝。面對高通脹、利率飆升和歐洲地緣政治不穩的衝擊，令登輝控股更加有機會發揮它強大的營運韌性。在公司管治層面上，每當機遇來臨之前，董事局會先作出審慎的評議，在事前作有效的部署。管理層在執行的過程中定時檢討，並作出合適的應對。這個管治理念是登輝控股整體嚴格風險管理的基石，亦為集團帶來可持續的收益增長以及充裕的正現金流。除了將主力產品的產能作大幅度提升之外，登輝繼續着力深化研發流程，令產品組合更具有創新互補的優勢。在市場上爭取產品銷路以及客人滿意度的同時，登輝控股亦藉著上市公司的廣闊平台，努力為員工、業界、投資者以至是環境和社會上創造長遠的價值。